请你不要随便进我办公室。你们在这儿眉来眼去多久了？你不会真在结婚的时候就这么给我戴绿帽子了吧？如果你硬是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这样的我，不是刚好跟你相配吗？ 杨总，有份文件。说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尽管动手，我丢的是面子，你坐的是牢。 苏菲，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正常聊工作呢，你以为我们会怎么样啊？杨伟伦，我警告你啊，你敢动苏菲一下，我他妈废了你！这么激动干嘛？ 既然那么想保护他，那我直说好了。现在安宁作为嗨动教练上线这事儿，得暂时停止。我们新源需要开会讨论。在运营上，我们公司有独立权。教练是嗨动的品牌形象，这一点，新源有发言权。停不停不是你嘴上一句话说了算的，需要集团授权的公函。 好，你等着。